今天出席11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将举行全体会议、小组会议，酝酿协商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副委员长、秘书长、委员的人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副主席的人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，审议关于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。